大家好哈，今天晚上我妈做酸汤的，你知道什么叫酸汤的吗？应该是我们家乡这边特有的一个食品，满族食品应该是。看一看啊，酸汤面，这买了多少钱一斤呢？5块钱3团。嗯。5块钱3团啊。嗯。韭瓜。嗯。哎呦，里边往吃少啊！这个酸汤面干啥呀？热水汤。嗯。热水汤。开水汤就吃。带烫套，这样我能不能转？我能不能转？你呀、这个手压出来了。那个这弄出来不是压出来的。他现在都搞那玩意儿压。嗯，现在就是，一般年轻人哪有会这的？看那小汤套。嗯。那小汤套。汤套。嗯。汤。秘密武器。用一挤就下去了，嗯，就这么好玩儿。看看，看看这小汤套，就是用它转的，神器，把它套在手上。应该是这样，套在手上，然后转，出锅了。哎，今天晚上的伙食，再放点糖，吃放糖吃，角瓜，生菜蘸酱。